好，这场比赛已经正式开球了。在青岛青春足球场进行的这场比赛呢，穿着蓝色比赛服的客场作战的南通智云队是率先开球。他们在上半时的比赛当中呢，是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攻。冯经理的传球，这球有没有越位？裁判还是放过去了。看看张卫打门补射，球进了。越位了吗？啊，助理裁判没有举旗，助理裁判的查看，看看啊。哦，这么看是越位的呀。啊，转身打门，打在球门立柱上，康瓜，哎呦，今天康瓜状态真好，不如对手，但是创造的威胁可确实是比南通要多。这是萨里奇传到肋部，然后反向杀出来的康瓜拿球向前一领，转身就是一脚打门，球打在球门立柱上。这个球啊，薛清浩其实是已经康瓜大范围的迂回一下，萨里奇找沙里奇，沙里奇打门，哦，这是非常有威胁的一波进攻啊。普斯林自己失误了，在两名外援的包夹之下，普斯林失误了。看看康瓜，康瓜，哦，康瓜这一系列操作呀，非常坚决，决心似铁，一路冲向球门，最后斜射得手。那么这场比赛的胜负，那么接下来他自己和南通的队友们都会陷入到巨大的压力当中，哎。沙里奇跑到中间了，萨里奇，康瓜，康瓜给到张卫，再立起来，康瓜，球进了，康瓜梅开二度，梅开二度，这个非常漂亮的配合，非常非常漂亮。第67分钟，康瓜打进了自己的第二粒进球。青岛青春足球场面对这样的局面，张卫的这个在前场进攻端的参与啊，其实是帮助青岛队在这个赛季有很大的这个提升。当然了，他们的进攻呢依然不是中超里领先的，如果每场比赛他们能打出这种进攻质量，我觉得他们不至于到现在这个地步还在保级啊。这个确实是纵向的、横向的球的移动、人的移动，在这种对抗当中能力是超强的。来看看苏文杰那边，福布斯没有跑出空当，苏文杰自己来，苏文杰，哇，3-0，3-0，没有悬念了，这球应该算苏文杰的。福布斯虽然没有跑出能够接球的空间，但是他牵扯了对手的防守力量，苏文杰靠自己的能力晃开了对手的单对单防守。再看南通整个的阵型啊，这个已经不合理了，两个中后卫单对单面对对手两个前锋，刘伟这球没办法，因为有球的球员总是更主动，只要他的脚下动作速率比你快，变速变向做得更合理，无球队员恐怕是很难办的。王松下个月就要年满40岁了，哎，手点球啊！刘军帅刚才是手球了，给了个点球。哦，这球还挺悬呢，到底会以什么样的成绩收场？偶然体育提供海外用户专线，无限畅游腾讯咪咕等视频网站，提供中国所有省市体育台观看直播中超 CBA 赛事等等，20元每月可免费试用2天，高清不限流量，微信654733咨询